我在那個可行性研究報告裡面呢，就看到一個我之前沒有聽到的情況，就是呢這個發展局呢在那個報告第九頁裡面說呢，發展局是認為呢根據現時那個估算呢，那個人流車流估算呢，是這條橋呢是不需要駁埋去教育路的，即是去到這個大馬路就應該完的了。那就但是呢後來當然那份報告呢後來是遮白了的，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。那再回來第十頁呢就說運房局呢都認為應該繼續起落去，咁樣起埋落去教育路。基本上呢其實我哋可能正研究報告嗰度呢就研究咗好多個方案嘅。咁其實有一啲方案呢係話就會係喺淨喺過路處做一啲行人天橋。但係咁樣呢同我哋即係每個過路位，即係安樂路啊，同埋呢個青山公路啊，同埋教育路做呢，同埋我哋依家方案由朗屏站一路做到嗰個教育路呢，大家睇到嘅人流分析呢係我哋嗰個係好好多嘅。咁所以淨係每一段做一個咁行天橋呢，個流量呢吸引嘅流量上天橋，而令到地下流量呢係減少得唔係好多，即係改善唔到依家嘅環境。所以最後尾我哋就決定係要由朗屏站做對教。主席，我呢件事呢係一個雙重嘅悲劇嚟嘅。主席，第一個悲劇呢就係佢係一個叉燒飯嘅邏輯，即係話你去買叉燒飯，喂，整多嚿啦，整多嚿啦。咁有啲人就覺得越整得多越好嘅。咁喺呢個情況上面，我覺得元朗區議會同埋路政署都係咁嘅心態嘅。就算連發展局喺可行性研究報告寫到明啦，認為嗰個人流估算係可以起短三分一嘅，起短三分一喎，主席，你計翻嚟數17億除三，咪即係慳到5.6億咯。第二個悲劇呢就是越拖延就越要做，他09年開始搞諮詢啊，成啊咁樣，去到而家18年，咁上次啊石禮謙言咪鬧我囉，就話喂唔好再拖啦咁樣，咁但係實際上嗰啲好荒謬嘅處境就出現咗啦，即係越拖就要做一個，其實大家都睇到個問題。